杨迪在最近的某节目里面说到，他到了长沙跟粉丝说粉丝就要来接机，他就把自己航班号发给粉丝让他们来，结果呢粉丝接机到的比他还晚，迟到了2分钟让他等，终于粉丝来了，冲过来就越过他，奔向了他后面的化妆师，喊着迪哥。2月16日，杨迪现身北京机场，这次终于获大量粉丝在机场追拍，人气堪比流量，杨迪简直开心笑到不能自已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